好，我们现在来这台水生机哈 ，Canon 的这台 Auto Boy 的这台 Room 啊 Super 啊，那它这台用的是这个2C R5的这个电池一颗，就是把这边哈展开，这你就可以放进去啊。那这个还有它当时那个原厂的这个皮套哦，皮套啊，大家看一下哈，这个放的哈，就是它原本这台的皮套啊，还有这个原厂的相机背带啊，对，原厂的相机背带。那这台的话哈，你要打开哈，就是它这边哦，L 是关哦，你往 A 的地方，你们听到声音哦，它就打开来了哦。好，那它下面有个遥控器哦，这个远端的遥控器，你可能还要再更换电池哦。这个你可以再去做一个电池的更换，它这个远端的啊。那我们有看过哈，它的这个闪光灯啊。快门啊，这都正常哦。镜头伸缩啊，哦，这都还可以使用，可以看啊，很正常啊。好，那我把它关起来，哦，这样就关起来啊。那可以看一下哈，它这个整体来讲哈，它还保持的还 OK 哈，还不错。底片是也是很干净的哈，我们把底片是也是很干净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啊，底部。好，那以上就是这台 Canon Auto Boy Room Super 的视频，谢谢。